OK， 耶稣讲到世界末日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：“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”耶稣问他有什么预兆。来，我们接下去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，一定有的。OK。只是末期还没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这只是苦难的起头。现在请问有饥荒吗？你有在马来西亚、非洲有吗？有。人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人口不断的增加，全球有多少人？现在70亿人口。联合国处理有两个棘手的问题，第一就是食水的问题，我追临；第二就是粮食短缺的问题，饥荒。OK， 然后这个数字我下星期也给你，有每一天有多少个人因为没有饭吃死掉，所以你要逃命啊，感谢主啊。OK， 有瘟疫，有地震，这些只是感染的，我们就去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到。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。若不减少那些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些日子必减少了。上帝为了我们把这个苦难减少了，所以那些说哎呀，我们耶稣来把我们接走，我们不用面对大灾难的，是错的。如果他说为选民的缘故，那些日子减少了，如果我们不用面对大灾难，就不用减少了吗？都借走了，所以在前提的人相信，就是大灾难之前，上帝就把我们提走、并借走的说法是错误的。若不减少那些日子，凡有血气总没有一个得救，只是为了谁？选，大家讲选民，谁是选民？你和我。那些日子必减少，所以你逃不过的大灾难，你跟你旁边讲，你逃不过。逃不过。哎，不是我吓你，但是神的话你讲，如果你不准备要吃苦，我很抱歉要告诉你，将来会有很大的苦，大灾难要临到。OK， 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一二三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诸天之事都要震动。那时，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飞去，我的话却不能飞去。来，一二三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个时辰来到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圣经讲这些，我讲的东西已经实现了，它发生了，所以你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那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该什么？我们要警醒，大家讲警醒，警醒。然后我们也要做什么？也要预备，大家讲预备，预备。OK， 又接下来。到底基督徒可唔可以避过某啲黑暗嘅日子，因住信仰而被提上天？定义话可以完全避过所有灾祸？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个被提的情景，有些人认为会在巨大灾难之前发生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描述。有些人预计会发生在7年大灾祸的中段时间，亦有些人认为将会在大灾祸之后发生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
敌基督是末日大战里面四位骑士之中最先出场的，意味着末日的来临。跟着那三位骑士将会展开更多恐怖的事情。在启示录揭开一至四个封印的时候，基督徒是不是要在世上受难？定义说在灾祸之前基督会再来带信徒和他一起上天？虽然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计划的准确时间，但是他在圣经里面讲了我们必须知道的事，就是大灾难启动了末日倒数的时钟，而最后就会出现哈米吉多顿末日大战。他预计末日大战的战场会有20,000人，即是2亿的士兵。约翰话俾我哋听，佢听到士兵嘅数量。现时世界唯一会有咁多士兵，有能力召集2亿军人嘅国家就只有中国。究竟我哋距离上帝奇妙嘅拯救计划仲有几远？耶稣亲自同我哋讲，佢都唔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。你系咪已经对先知预言嘅事早有准备？你系咪藉住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修复同上帝嘅关系？你是不是能够洞悉末日的警报呢？虽然那日子那时神没人知道，但是我们肯定的是光荣同全能的上帝必会再来，义人将会永远同上帝同住。在教会界里面有议论纷纷，有很多的看法说我们这基督徒会背离是肯定的，但是怎么样背离呢？是在大灾难之前我们就烧卡星招了魔术，我一点一点，我上了，免掉清健康，免搞了，什么都不用预见，可以走了。啊，另一种就是说，这个大灾难圣经已经算出，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大灾难的阶段总共有7年。这7年里面呢，在我们要经历一半，3年半呢，中间耶稣把我们接走，这叫灾中离。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就是灾前离，另一个最后第三种的就是灾后离。你要经历7年的大灾难之后，耶稣来把我们提走。我个人相信，我读圣经的感动，我们要面对7年大灾难，一点也一个字词也不能减少。其实上帝减少了，若不减少，他不只是7年。7年就会看出那时候哪一个是谁是真正的基督徒了。有人一开始就出卖耶稣，为了要交易，就把这个晶片植入额头，也植入晶片，为了要哎呀，我心里说表弟啊，就会玩两挖呀，表弟我自己他就搞白了，可是以后他就要爱哭切齿了，要浸在黑暗的日子里。我们来看。我本身相信我们要面对大灾难，而且要经过所有的大灾难。